好，两个宝宝帮。 演出的团体，请数字舞台。大方幼稚园、道生幼稚园、旧庄国小。 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我们的礼堂右手边这个舞台中呢，即将为你展现一连串精彩的节目。精彩的节目啊，很多的来宾家长都已经看到，在舞台上呢，很多的这个非常天真活泼可爱的小朋友呢，已经呢跃跃欲试的准备了表演。也希望呢，所有的家长能够一同来到舞台，来给他们鼓励掌声，来一同来欣赏他们的精彩表演。感谢您，谢谢。 好漂亮哦！看到呀，哦，没事，没事，可以的。再一次的呼吁所有啊，在中研院的来宾，今天呢特别的啊，庆祝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不仅有。 站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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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
首先呢，感谢我们主办单位台北市政府环保局以及承办单位南港区公所旧庄里中原里办公处，制作单位新立新国际传媒公司。首先呢，我为您展现第一个节目表演，是由大方幼稚园。
所为我们带来的表演。快乐的聚会。停掉。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母亲节的意义，母亲节的重要性，我想让我们乡亲认识一下，让我们乡亲也认识一下。我们区公所啊，每年都在青年节的时候有办一个成年礼的活动。那么这个成年礼啊，就是为我们南港区的20岁的这一年的这个青年同胞啊，为他们做这个加冕的动作。那么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啊，是不是啊，希望四分溪是能成为一个清水净水的一条河流，是干净的，大家可以在这里赏鸟的地方。我特别要感谢台北市政府对我们四分溪的美化非常的支持。我们希望明年的母亲节，市区亲子合唱团，
哎，下面我们唱一个歌。今天我们因为跟乐队是临时斗起来的啊，要斗牛的。下面我们唱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歌《丢丢的》。有啦，那因为没有跟乐队啦。上次我们是在里面。掌声鼓励的，最后一首，来，刚刚唱一个《想念你妈妈》。好，过几条《想念你妈妈》，掌声鼓励的，谢谢。麦克风了。我心跳。
谢谢。